造型的韩国啊。那今天老师啊，吴老师来这里教啊，很高兴来参加我们这个小学堂啊。我们吴老师啊，这个捏面人啊，吴家捏面馆比较多，也是最出名的啊。你来做好，你来来我们给他训练啊。所以平常我们也在去啊吴家捏面馆去那边参观，见捏面人啊，不懂造型。啊，拢两块，看到双方哦，栩栩如生。啊，佮这几个人是讲袂当多人家，哦，袂当人家哦。啊，所以在小朋友温习温习的时候。打。对，来来来。好，来，我们开始哦。好，我是西洲社区的专案经理陈义林，也是同时也是西洲后天宫的执行长。那我们这一次举办了2021西洲妈大学堂的活动，主要我们是将社区目前的社区跟我们的宫庙进行有效性的结合，从点到线，甚至做到面，现在结合到文化部的乌家捏面馆的捏面文化，同时将这个文化的部分更拓展开来。那这一次的活动，我们的西洲妈大学堂活动是一整年度的，总共有12堂课，每一个月都有活动。那这一次是由吴家捏面馆来进行捏面文化，那同时也吸引到有南彰化到高雄，北彰化到新竹、台北的很多的小朋友都一起来共襄盛举。那希望说同时将这个社区的力量、信仰的力量，跟我们文化的力量三校来结合起来，同时带动我们西洲在地的产业经济，也吸引更多外地的观光客，可以莅临一起共襄盛举，甚至可以来这里发现西洲的美好，带动西洲的在地的所有的人事物与产业经济，让西洲更加美好。谢谢。我们西洲妈大学堂的活动，我们除了有乌家捏面馆的乌捏面文化以外，我们甚至也会邀请五十岚调饮店饮料店来一起来教导我们的小朋友怎样来调和饮料然后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蝶谷巴特手工艺老师来教导我们学员怎么样来去做蝶谷巴特，增进在这个活动当中增进亲子教育让也增进了我们亲子之间的这个情感让小朋友也不会有拥有正当性的活动让他可以更加健康平安的成长。谢谢。所以必须是从下面往上做，不然你从上面做到下来的话，做不到底部就不好看了来，我们从着地的地方，哪个地方着地？前眼的脚来，我们会断坐的在手上拿出一颗，我看脚大一点，大概是珍珠奶茶的珍珠那么大。来，注意搓圆。做一个椭圆形，从底部连一只脚在这里。我们的脚你要看我们的将军是怎么站。来，我断给你们，将军的脚尖。拍水哥好漂亮。旁边，前头旁边。不会。我们好像没有前提眼这个可以看有看很大，这样子。我奶奶设度一下，免啦，安怎翕安怎水啦，对无？